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報導。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证明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看着这如病染的祖国，谁亦要奋起骄阳，放下眼前愿送我的一切，五月的阳光再照耀。在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决然地留在身后，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切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我们不干谁干。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历史这样要求我们。现在我仿似在等待，等等那一天来，莫道你心痛不可耐，我心更爱。若问我想找的所在，找找我的将来，为着我心中的希望，生命已扎满爱。我们最纯洁的爱国感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却被说成是动乱，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受一小撮人的利用。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工人、士兵、平民、士兵、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们的心上，在你们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藏身，我们绝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毒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现在我仿似在等待，等等那一天来，望到你心痛不可耐，我心更爱，若问我想找的所在，找我的将来，为着我心中的希望，生命已扎满爱，看着这如病染的祖国，谁亦要奋起骄阳，放下眼前愿送我的一切，五月的阳光再照耀。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但是，我们还是孩子。但是，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啊！我们还是孩子啊！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然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但死亡正向他们逼近，你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我们不想死，我们要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似乎留下祖国就这样去死，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昌盛繁荣，我们就没有权利去偷生。但我们挨着饿死，爸爸妈妈们，你们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让我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能够完成的，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能够完成的。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人将去矣，别了，其言也善，别了，鸟将去矣，别了，其鸣也哀，别了同人，别了同人，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别了爱人，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别了父母，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子不能忠孝两全，别了人民，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终。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